看一位2000年属龙的男孩子，男性脑脊髓炎，很紧张的，现在切气管，我知道，然后那个浑身换血，已经被人家拖了，蛮麻烦的，人家也不要小房子，来拖他的人，他妈妈已经到了很多大院了，然后我们一直在帮助做放生没有，是这样吧，你叫他直接跟观音菩萨说吧，观音菩萨慈悲啊，能够让他留下来，我以后会现身说法，台长也会帮他想想办法啊，千万不要有任何退缩的念头，那种一定不退缩。好，现在有个大问题，就是因为人手不够嘛，拜托两位师兄去放生，结果他们按照那边的仪轨来念，做了大回向。哎呦，今天跟我讲，我现在就基本上没对这件事情没什么作用。要不反正这几天我们帮他放一下吧，放，然后我们帮他按照心理法门的仪轨帮他念经。我觉得他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，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过两天再弄的话不一定效果很好，我们现在就应该快。很多人就知道放生，不知道数量，我们才想进来告诉你有个量，量变达到质变，放生一万啊，就可以超出八难；放生五万，就可以免堕沉沦；放生十万，极乐国土；放生一亿，菩萨随意。你们能够放一亿的人，把他们都放下来了，你们听得懂啊？求来的是假的，修来的是真的。我们天天在修心，我们就是靠着自己修。所以台长现在能有这么大的法力，我也救不了几个人了。那观世音菩萨就算千手千眼，他也能救千万亿万。但是要记住，还是靠我们自己。要记住，真正的菩萨是靠我们自己来做的。观世音菩萨把这么好的法门，把这么好的菩萨的这个佛法东西传给你们，靠的是你们去做的，靠的是你们去修，你们得的，并不是菩萨得。只有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你们才能在这个人间永驻。最正言的时候，我头回过来的时候，正好就是回过来，就是看到斗战胜佛。
豆瓣，豆瓣跟我觉得是五分，一直没听过，很好的。于老板过来一看，哎呀，真奇怪，怎么那么香啊？闻闻他身上，再闻闻我说我们身上没有香味。对对。这样捏捏，等一下你把躺下来，把脚也动一动，你躺下去把脚也抬一抬，等一下再打，把两个脚抬高啊，看看你能抬多高，做几下看一下，一二三四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俊宏台长，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。